就好像在这个赛季里面还是比较少出场的。这样的话其实拿到这个沉默还是不错的，船长想要到后面先手三连的话，沉默随便找个机会一打断，船长这个 combo 就连不起来了，很难受。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其实最近比赛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就单 pick 来看的话，好像整体还是差不太多。对，他们还是没有国内的一些套路要多。哎，这边虽然说在个别的点上会有一些变动，但是他们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没有变。10 seconds remaining。DP， 像5 seconds remaining。是的，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又搬掉了毒狗、酒仙。Radiant Team ban。毒狗和船长的话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合，然后这里也是在选择搬掉，这样的话船长感觉在前期需要一个和他配合的点。VS 和船长是一个不错的配合。但是如果这手 VS 拿出来的话，他们线上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应该是看到个新闻，非常振奋人心，就说央视已经开始播关于电竞方面的一个广告了，有这个 WCA 的一个宣传片。对的对的，登录到了央视。对，我觉得自从这个也不能说自从 TS， 就是说感觉近些年吧、这个电竞行业还是发展的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了。对，从最开始是被央视给下封杀令给封杀掉，对的，然后现在慢慢的在解禁，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现象。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觉得非常激愤的，非常让人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对，但是我觉得要是对于那些早期从事这个电竞行业的人来说，从最开始被封杀掉，然后可能自己不得不去转投一些其他的行业，然后现在看到自己多年以前的事业，然后现在开始得到国家的支持，哎，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滋味。但是他们心里可能也会想说，看吧，之前那些说我不务正业的人，现在应该正视到这个问题。好，双方最后一手分别拿到了龙骑和拉比克。那拉比克前期的这个隔空取物也是可以和船长进行配合一下，但是拉比克前期这个隔空取物的时间是1.25秒吧，所以说和船长的这个水配合的话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这个拉比克应该会盯着小薇跟沉默偷吧。其实对面这几个人的技能对于拉比克来说都不错，他可以偷的技能蛮多的，像老牛的 F， 然后像龙骑的变龙啊，包括先知随便一个技能对于拉比克来说效果都很好。如果能偷到那个沉默的大，那就对于团队来说那就是6-5了。是的， 5 seconds remaining。 我们看他们分人也基本上已经确定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双方这个阵容和分路。是，哎，你还弄了一个下雨的特效。在之前 DOTA 1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特效啊。那个时候进去之后是需要自己手动打指令的，手动打指令是要打杠 Weather Rune。 对，比赛终于是重新开始。那么他们肯定是要去那个位置封野的。对，双方也都是互奔野区。看一下，除了牛头一级学了一个 F 之外，其他的人是都在留点。对，我们看一下这里，末日的话是吃兵，拉比克的话一级学隔空取物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即使拉比克这里控到人了，假如真的控到人了，他们大部分还都是近手。 30 seconds to battle。 双方
又是空欢喜一场。这边还开了个雾，浪费100块钱。这100块钱是小，关键是这个雾的 CD 啊。那倒也是啊。这个到后面是你有钱买不来的。我之前就是被虐拳，然后好想买物逃跑，发现我根本买不到物啊。啊，有的时候发现买到物了，发现没有地方可以让自己自己这边的建筑物除了老家之外全部被拆掉了。是的，是的。然后我在推别人高地的时候，假如说可以虐拳，然后我就喜欢先把像这种全拆掉是吧？不拆掉啊，100块一个，而且拆的也很快。你好坏啊，根本不让他们逃走是吗？纯粹是强迫症。哎，他们这个分路是下路一个钢三，对，然后上路的话，先知对末日。那这样的话，先知打末日，还是要看双方一个对线的水平。对，这个野还是被封掉好几个。Dire'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中路前期的起了一个补刀情况，哎呦，补刀两个刀，瓶子瞬间就有了。对。这个激光不要，哎呦，这个时候打一个激光，除了说耗一点血量，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你要在他前面补第一个、第二个刀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激光去压制他。看到他要想要上来补刀，你也没有必要去反补，直接给他一个激光先。就会很难受。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偏夜眼方，还有个眼插哪？老师还没插吗？夜眼方的话，这里是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河道眼，然后这里是有夜眼方的一个针眼，还有一个眼睛的话，哦，可能是被排掉了，排掉了，应该是、应该是被排掉了。对，这里正好有个针眼，有天辉方他的针眼。哎，没有，我看到在线上，在。上面一点点，在这里，在这里，刚刚也是牛头的这一个站位啊，正好把这个眼睛挡掉了，太坏了，强行让你看不见、啊，太坏了，我要强行把锅甩给这个人。哎，这里两个人是要干嘛？这个卡，两个人，这个船长是要换路吗？拉比克过来选择拉远古，应该是要换路吧？嗯，他换路的话。是要末日去转野吗？末日买了一把补刀斧，可能是要末日去转野。可是野区被封掉好多啊。对，他们可能是说看到上路是一个先知，跟他们预想的分路的话不太一样。不一样，对。这里是一个一号位的沉默，所以说跟他们预想的分路不太一样，感觉末日打先知船长去下路当酱油的话有点亏。这里的话人马自己来混一混就好了。拉比克是吃到一个隐身，但是感觉也……哎，小歪是刚刚他们看到小歪是走了一下，但是人马刚刚，人马刚刚的位置是往后先走了一步，所以导致小兵卡了一下，刚刚地脚没有能踩出来，现在中了一个静默诅咒，导致是没有蓝了。对自己的状态非常惨。对，刚刚也是一个配合失误。No， 他们两个没有交流好。要不然这个一血的话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哎，上路是船长在打野吗？好，拉一波野过来之后你先拉一波野。对，哦，看一下他们的补刀吧，没切到他们的补刀面板，肯定又要被水友喷了。还不切补刀，还不切补刀。给欧尼甩个锅。其实我是想尽快的啊，让他们拿个一血看一下。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对，现在补刀情况来看的话，夜眼方还是比较领先的，不管是末日 TK 还是人马都是领先。牛头的一记绕后，拉比克的位置已经比较安全，但是可是这个人马选择时间，哎，这你是看到他 TP 了吗？追都不追了，是感觉牛头往前面稍微走两步，应该也就封到了。对，小歪也可以留的。对，小歪的话有点赶不及，牛头的沟壑这么长，这个感觉。打的不是很激进啊，对于人头没有什么太多的渴望。是的，现在已经4分钟了，然后人头上没有挺身。我最近看国内的一些比赛，他们打的都好激进啊，人头根本停不下来。然后昨天看到那个数字爆发，龙骑这里晕中，哎，上下路水晶爆发一血，看一下，给个激光，没有，就要烤火了。
可惜我们又下路这里是好像现在可以回放一下了，我们这里可以回放。我们不可以回放，因为我们是直接进的 OB 位，是可以回放的。观战的话是可以进行回放，因为你观战的话是有3分钟的延迟，然后我们这里是没有延迟的，所以说没有回放这个功能。好吧。刚刚这个冈山的小外圈被哪里是这些人马过来，被 FD 脚踩住两个，一个双剑，一个双剑，这马是不是going anywhere 被捆住？应该是没有什么想法。对，哎，这里还有反杀，但是人马这里显得比较怂，因为他自己血很残。刚刚这个位置感觉人马是有机会杀两个的，他是这两个人是分别这样一个站位。然后如果人马稍微调整一下这个角度的话，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伤害打到两个人身上。嗯，这里一个细节的话感觉做的不是太好。好，中路龙骑兵可以再粘。哎呦，这个过来直接烧了。这样的话这个龙骑的发育是挡不住，然后 TK 自己的发育很惨，6分钟也仅仅是只有些品，连魂戒都没有。他这个人也是被封住了，应该是在拉了两波之后再封的。刚刚对，这针眼的话是刚刚查下来，因为针眼是2分钟，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有1分半，是拉比克拉完第一波之后然后封掉的。Regeneration 吃到一个恢复，没有选择战线。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就一直拉拉野啊，然后上复活日的话我们解飞45-9，6分钟，这是10分钟，要可能10分钟不到就要相位加点金的节奏了，而且等级也非常高。对，这人马中了沉默的静默诅咒真的是难受的要死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这脚踩踩也不是，不踩也不是。沉默的话，他加了2级的这个法球，这个加点有点哎。Lions of the Wood。哎，想说的话，后面牛头已经反杀了下来。哎，吃一口魔棒。My name shall live on。哎，他还要回头。这个先知，这刚刚人马还要。我表示这过了一个中秋，五仁月饼吃多了，反应力有点跟不上，就是强行甩锅给月饼了是吧？都是怪这个五仁月饼啊！好，末日是8分半做出了自己的点金，点金相位。嗯，那我刚刚是想着这个远古一定要把这个 TK 打死的，我是这样一个。然后就一门心思盯着这个远古。对，我就一直在盯这个 TK。 好，龙骑后面跟着两个保镖，下路人马开大一脚踩，这个魂剑被带走了。看一下他们的个人经济情况，果然现在沉默不，现在这个末日还是先强行很多。但是这个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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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大招放的位置应该是仙坛的中路，所以说这个伤害比较低。这样的话有点困难，然后两个塔都被吞下来，然后两次进攻不明显。下路那一波的话还好，因为他们没有死人，还带走了一个船长。对，但是中路这波的话就比较亏。这个先知飞的位置是有些太靠后了，然后被打跑。过来之后又是马上变龙，还是想要拿这个塔，因为这个塔的血量也不是很多了、然后他想到刚刚后面是这个龙骑打的也是很激进，现在大概真是应该要激进一点，毕竟是在推塔游戏，节奏就要快一点。对，昨天看那个 HGP 打那个老干爹，就是因为前期那个 HGP优势非常大的，但是就是因为推塔推的不是很激进，然后后来导致你先两万进去对三塔，脚踩没有踩出来，但是队友赶不过来啊，龙骑很肉，刚到了这个船长人马大招，哎，这里一个钻戒 nice， 被沉默救了下来，要反杀，漂亮，是先带走了人马，拉比克也是死掉。这队友敢不敢？这个沉默的大招放的真的是精髓，刚刚人马的手已经抬起来了。那这个船长也要过来吗？对，过来带走后期。哎呀，拉了过来了，终于炸了，丢掉了，自己是要死掉。哎，这个小蛙还是站位比较尴尬。中到了这个先知。打到了一不少的钱，对，他前期在线上的话并没有补到多少刀，是的，现在虽然说补到了一定的经济，但是他还是最原始的小鸡艳方给过来一下，有一个人马是做出了套刀。刚刚先知是怎么看到这只鸡的？这个鸡是从这里飞过来的吗？要不就是从大楼飞到这边，然后再飞到这边。杀鸡狂魔。先知刚刚也是差不多十二分钟的时候杀到第一次鸡，我们看后面还有机会啊，野生的拉比克，这边不多说，先知完全没有了，人马跳过来，但是被沉默了，拉比克又是先死掉，小赖后面也在跟，人马开了一大招，沉默被死神，一刷新，是的，这个 TK 刚刚是非常危险，但是贝克很狠。哎，这个先知，哎，这个人马的，哎呦，你吃什么呀？这个是传说中的。哎，这个刚刚好慌，表示两个人都好慌。人马表示见面，哎，我要先踩一脚，但是又怕这一脚要是踩不到怎么办？又自己踩，然后想双刃剑，然后双刃剑，哎，这个双刃剑一下没有带走，哎，又打不到了，好纠结。经济差异应该是非常大，看一下他们的经济差异，已经一万二了，经验也差不多一万多。经验的话是一万二，然后哎，也是一万一。
想要直接裸一仗。Quickly I gallop。这个一号位大哥的沉默感觉并没有打出来啊。对。A 也是已经跳到二，然后再往 A 仗走，再往大兵走。拉比克偷到了一个喷火。对，这个末日这个美腿还是非常及时。刚刚那个 TK 真的很残血，很危险了。这口没肯回过来就反倒是反杀了，对吧？这团战现在就非常倚仗末日这个点，上来先废你一个，对，然后同时还有没肯，然后自己又很累，在前面扛着，位置人马在往这里，哎，你是人马，看一下后面后面人的位置，原地插的真远。哎，人马是自己来到下路找先知配合 TK 一条船，现在就看得出来这个天辉方面的往头一个大哥想留拉比克，这里人马又是一个大招，末日被沉默，但是要动手。停不下来啊，这个塔可以直接拿掉了。刚刚天辉方杀这个小歪好费力啊。是的。三个人交了全部。杀拉比克。杀拉比克。三个人交了全部的技能才带走那个拉比克。是的。而且刚刚拉比克也只是吃了一口魔棒，他身上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梅肯之类的。哎，这个先知还是。已经是个死人了，把这拉开，然后把人家往地图外面丢，让你有一点感觉我可以逃跑的感觉。下路 TK 一打二是跟船长的一个配合，船长是满级的标记，在 TK 飞之前他是先标记了一下这个 TK， 对，就是说虽然刚刚小歪拉到了，也是没有办法，还是直接回去了，眼睁睁的看着到手的肉就跑掉了。这个燕方优势还是非常大了，现在已经差不多。燕方是各路看花，随便打不过，随便两个人配合一下，可以带走。是的。挽留一个 F。这个套路好流氓啊，这杀完人之后就是说的是套路，是从 TK3 开始就有人在用这个套路是吧？具体什么时候 TK3 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没有吗？对，因为船长的这个标记改的时间还没有很长，船长的这个标记装备时间是前一日啊，TK3 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套路的。哦 ，TI3 是泉水沟，对，不是这个。然后是小秒交大，然后又是放了一个大招，TK 要回去了。交出一个人头了，没有选择这个拉比克，其实拉比克身后是没有人的。你。地上面啊，应该是被一个激光打到了吧，因为他前面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末日是直接买活，推出一个有钱怎样？现在我们看一下船长的位置啊，船长已经表示不打算出门了，他只需要待在泉水里面跟这个 TK 进行这样配合，飞行贴身的装备在后面，可是刷新他跳，往前跳，把别人加激光或加激光，强行在这绕圈圈。这个船长，我觉得他已经有差不多五分钟没有出过了。他们有一个
已经买活了。其实这个不用买活，可以买活。然后那个蛋糕，然后那个蛋糕就买活了。这个杀手机也不高，你要等自己复活的话，也完全来得及。是的，只要买活过来，也只能说是是我有的一个人头。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这个小歪是又在地图上开始画的。Back to core. 这里踩到两个机关加红杖。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两个，刚刚是还有一个人马的尸体在地上。哎，这个船长赢得好轻松啊！哎，这种 TK， 哎，有没有路人里面这种 TK？ 请加我好友，请带我飞，带我躺。我也可以。啊、我是加满满级的标记，然后一个船人待着，不加任何东西。哎，这样的话，他们被判定为你是那个挂机啊？清楚，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人说玩炸弹人，然后被判定挂机或者什么什么，就是因为好像是因为他这个挂机判定的机制是，如果说应该是五分钟之内吧，是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说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或者说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你都是要被判定挂机的。这样子啊？对，因为你看到，你像那种挂机打野的，他野区一钻三十年，也没有判定过他挂机。就是因为他一直有受到伤害。对，因为他一直在打野，他有造成伤害，也有受到过伤害。对，也有吃到经验。对。原来是这样子，那没办法，他们这是比赛模式。对，这个比赛应该是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大招，但是人马过来这一脚踩到。沉默的大招稍微晚了一些，开一个大招，先知也是传了过来，方位再往这里赶，先知滚，拉米克强行没有死，这有点难死啊！二十二分多，这边是直接打出了 GG， 对。是要恭喜 MVP 这边，然后拿到了本次比赛的胜利。他们这样的话是很有可能进那个，应该是没有问题进那个半决赛的，对吧？应该。